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翰老师。我今天要来公布一个消息，就是我们的频道现在可以开始启用会员功能啦。我们把会员功能把它分成三类，一个叫赛道粉丝，一个叫赛道铁粉，一个叫赛道钢粉。OK， 那三个的差别是，如果你是赛道粉丝，你就可以看会员专属影片。OK， 好。那如果是赛道铁粉呢，你除了可以看会员专属影片之外，你还有会员专属聊天室，你可以在里面问问题，你看的影片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你可以在里面问，我会在里面回答。那如果是赛道钢粉呢，你除了就是可以看会员专属影片，你还可以有会员专属聊天室可以问问题，你还可以传影片给我。 OK， 我还可以就影片指导你，告诉你应该如何去改进。 OK， 好。那我们会员影片之后的走向就会比较往教学为主，因为教学是一个就是技术，对不对？大家想要知道这个技术，大家也知道这个技术是我历尽千辛万苦，花了许多的时间跟金钱学来的。 OK， 只要大家支持我，我一定会无私的分享给各位。 OK， 那就这样了，谢谢各位车友的支持，拜拜。